举布条手板，高雄甘地自救会声嘶力竭，现身高雄市议会，陈情争取工作权。就算要收回去的话，变成全家都没有收入来源。他丢掉咩呢？嘛，我台湾公，我喜欢我这么仓促。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接受。这200人都是在高雄高尔夫俱乐部当甘地，球场停业让他们很彷徨，该何去何从？劳工局长也到场接下陈情书。劳工局绝对会站在劳工的立场，来尽力来协助大家。位于澄清湖畔高雄高尔夫球场，占地60公顷，1961年成立，属于饮用水源的保护区。业者使用除草剂，被高雄市府开罚100万，要求11月底点交返还。业者11月15号才公布24号要停业，哀鸿太过仓促。要把它变成公园，好不容易63年花的时间精力，请球场经营者能够开放一些时间，让市民能够自由来这边当成公园来使用，有一个商营。高雄市府强调，2023年6月球场租约到期，曾3度找业者协商，双方还没达成共识，高雄高尔夫俱乐部的业者就强送支票，逼迫市府接受原有租约。经营者并没有妥适的来改善他们在整个营运的计划，我们市府一定会站在维护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立场。公园用地出租63年，高尔夫球场业者杠上市府，最彷徨的还是面临失业问题的基层甘地。三立新闻黄大卫田居岛会山高雄报道。